之前那个有点嘚瑟是吧？搬出台了，哇，哦，漂亮！但是他冲完反手被对方防过来一个之后，哦，才冲的中间，嗯。哎呦！哦。有领袖气质的领军人物，嗯，但是这一次接触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国梁啊，哦，罚球，漂亮，这是继续隐身马主持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哦哦，哦，哎，我发现是，因为马龙他其实打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感觉到他是比较沉稳，哦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动作，看就是不现场，就是电视机前要看的话。嗯，很多可能哎呦，很多可能冲的过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飞这里飞那里的？对，这可能真的要和咱们这个职业高手。还有个暴挑，然后这个球反手搓完以后，车身又一个冲直线，你看又一个，哦，非常漂亮。哇，哦，哦，漂亮啊！所以就都挺幽默的，他们下来。哦，漂亮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，再来，哎呀，又没有能够拉到，哦，真漂亮，兜回来了，这开局的手感真的不太好，哦，哦，好球，嗯。哇，嗯，漂亮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还有那个多球机，那机器发过来，跟那个玩一会儿，嗯，那这个，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高，对，很认真，好球，差一点，这样就有机会哈，嗯，不过就怕碰到那种执念太深的，也不好伺候，啊，碰上简单粗暴的麻烦，对。嗯，哇，哦，漂亮，直接打飞，比赛就已经结束了。对对，由于我们这次赛制的关系，好球，所以我们解说老师们也经常在必须得用正手，像那种偏科的学生会把这门绝技练到极致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看，对，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嗯，啊，嚯，哦，这种球都可以许仙了。嚯，哦，这两分是非常漂亮。许仙就属于一个老师，一直在给徐正浩出题。你看，这种球按正常来讲，肯定都应该。哦，那个多球机，那机器发过来，跟那个玩一会儿。嗯，那这个，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高，对，很认真。好球，差一点。不会回答你，我跟你说。我其实会看右手比较多一些吧，嗯，然后小胖呢是看的4-4，漂亮，哦，漂